王总，这是你们在最后一个方阵啊？对啊，是吧？我们在考古呢。是特意在殿后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因为在考古，刚才发现了很多这个元代的这个遗迹啊，一个碗底儿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瓷的图案，非常美，有机会给你看看。好，现在您是最后一名，对，赶快追吧。好，所以行走中国，发现中国，就要靠这个来发现。我当时那个觉得穿越那个隔壁，还觉得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我想象的是，虽然不是一片绿，至少有绿色，路虽然不是很平坦，坑坑洼洼，但不是这种感觉的。这才第一天刚开始呢，我担心四天以后就面目全白。我浑身的零件都散架了，知道每一块肌肉长在什么部位，但每一块肌肉都疼。舒服吗？好舒服啊，很奢侈啊，是吧？在茫茫戈壁上能泡脚。接下来还想干嘛呀？接下来再洗个澡。就想去睡一下西蒙斯床垫了。这就叫什么是革命者的快乐，就是在走完25000长征以后，歇口气儿，泡个脚。老说对生活不满足，老说没有幸福感，啥是幸福感呢？啊，泡泡脚，这就幸福感。